还是二垒上的跑者没有人出局，这个球打到在中间方向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现在要来冲了。绕过三垒之后，哇，蔡志宇的脚程是非常快啊，没有问题，外野手也不试着传回本垒了。哇，真的现在啊，在八局的上半呢、啊，台电呢是靠着连续的三支安打打回了两分，追到一分差的比赛。对，很有技巧哦，这个球是投在外角的位置哦，打得很有技巧。击中球以后的力量的延伸也做得很完整。我们看这个球、啊、投在外角的位置哦，打得很有技巧。新成的安打，同时把在二垒的蔡志宇送回来。蔡志宇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二垒的跑者。